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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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i, udasio, udas,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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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 udas pipi, pipi, udasi,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就这样吧。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比。怎么讲？不不，爸爸。哎，我知道。不会，这不会。打嘛。啊，来，等一下。我知道。啊，B class。不不。来，等一下。来。
男生会怎么讲？啊？男生怎么说？忘记了。忘记就忘记，没有关系。对，好生脑。来，再问一个字就好，一个字。狗怎么讲？狗。忘记了。你教他。Holding。来念一次。Holding。对，换你念一次，狗怎么讲？Holding。太阳。不知道。教他。太阳。我忘记了。牛。嘎什么？嘎紧，讲一遍。嘎紧。你几年级？三。这样。你去飞我。三生四。哦，那你呢？三生四。哦，你眼睛怎么红红的？不知道。哦，哈哈。谢谢啊。来，男生怎么讲德鲁普话？男生哦。Yeah.一定是那个女生，不会就跳过女生，忘记了啊，水哦，水那个是不是那个女生几年级？升三哦，升三好，对，然后那一二三四五来，先不要急，对，那个干嘛？大五而已啊，对，大五，对，来，什么换？好，来狗，狗怎么讲？你爸妈都是德鲁古吗？爸爸还是妈妈是德鲁古？你爸爸不是德鲁古哦。是啊。那妈妈呢？是啊。那个我叫妈妈嘞。妈妈怎么讲？那个妈妈的名，妈妈的那个母语是。不会，姑姑。好，来爸爸。什么？阿公哦。就是你刚念的那个，再念一次。OK。哦，是不是？阿妈。阿妈哦。好，你叫他来。不会的。八什么？八一。对，来给你吃。八一啊。眼睛。多了。来念一次。多了。五一。鼻子。五一。什么什么什么？五一五一。母汗。母汗。来换你。母汗。嘴巴。O 什么？多。O 什么？多了。对。O 哇。O 哇。好，换你来。你的狗啊，嘴巴、耳朵，不会。Village， 还是跟它跟钱很像哈。我有发，我如果发音错误，你再问一下八音哈。头怎么讲？头会了吧？嘟什么？我嘟。是弟弟，来一下。嘟母。你是六年级吗？好，你等一下再过来。什么？对，再念一次。嘟母。嘟母。No。我们会上电视吗？网路，来念一次。网路。对啊，现在很多学校运动会放在网路上啊。嘟努。对，你要推广母语啊。好，那个手怎么讲？忘记。忘记会不会很熟？八什么？八嘎。好，来脚呢？嘎什么？嘎嘎。什么嘎子？嘎嘎。哦，很好。那个后面是不是有一只黑色的狗？对。狗怎么讲？吼什么？吼里。对，牛呢？牛。嘎什么？嘎紧。咖喱。哪里是？嘎紧。什么？嘎紧。不是咖喱辣椒。嘎紧。嘎紧。鸡。low 什么？low。哎，那这里是很发音一下。low。low度，你再做一次乐器。low 度。哦，鸡叫 low 度。low 度。鱼会了吧？臭鸟鱼。苏什么？苏母。不对，再猜。苏鲁。苏鲁。哦，螃蟹呢？嘎。嘎什么？嘎子。嘎朗。嘎朗。来念一次。嘎朗。好。那一次，杠，水会不会念？西呀，西呀，啊，下雨，忘记。你们学校有没有母语课啊？有。母语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呢。大师。哎。打光了门的锁。
是我的 baby， 无言。哎，好，叔叔问一下，你会不会想把德鲁古画学好？不会，李学全。好，你有没有很想把德鲁古画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哎，那个我们的母语老师，母语老师来了，母语老师来了。哦。母语老师，不理。姐，好来，会不会 beatbox？ 一点点。不会，哦会。你不要装了，你不要装了。这样，装个装个。对，很棒，很棒，棒棒，非常厉害。换你来一点，随便一点。不会。好，那个会不会唱歌？随便唱一点流行歌，来，预备，开始。舞大师，你唱那个周杰伦啊，王力宏啊，我不会。流行歌什么都可以。不要讲那么失望，输不到你的歌。好，唱什么歌？唱什么歌？你先唱母语歌，再唱流行歌。等等嘛，等等，等我再唱。那不好意思啊。没有母语歌的。好，快点。平安大的老师，你妈鱼，非常很棒，很棒，很棒，嗯，很棒，继续啊！你唱的吗？你要干了，你要干了，我是外就不干嘛个来？嗯，好棒！来，先那个大姐坐一下。哦，好，换流行歌。我们教过好流行歌了，预备。快点。嗯、流行歌来。哦，我会，我会，我会。你会唱吗？就是现在。不要多虑又担心，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呜、哦。心就摆着一条线，心就摆。你在照脚，不是你在挡哪里？我会回来，我是现在。好了，那个去踩什么？啊？又那个是去踩那个蚊蛋吗？那个蚊蛋不知道嘞。哦，好了，不认识。再一首就结束。随便你们会唱的。别想了，我现在唱那个什么小薇、小苹果、小小鸟。小苹果，小鸟。或者是其他你会唱的。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继续，很好。我是小秘密，小小秘密，你在我怀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我谢谢明明，谢谢明明，你转快的快吧，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唱完、哦、很棒。来，叔叔来问一下哦。好，你们刚刚说会想学母语哈，学德国话最难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国语、台语那么简单？你觉得学母语最难在哪里？为什么不会讲？讲哈。好，那你会不会用手机跟平板？不会，不会。好，来，等一下，叔叔问一下，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村长。那个最厉讲德国话最厉害的是谁？李雪轩。不对，比他更厉害的还有谁？很多。比母语老师，比牧师啊。泰鲁哥。泰鲁哥什么？哦，我知道，塞德克巴莱。塞德克巴莱的什么？头目。很，那头目是几岁的人？七十岁或者到八十。七十岁或者是八十岁。对对对，那些叫什么人？年纪很大的叫什么人？大人。不是，比大人更大的叫什么？老人。主妇。对对对对对对，来讲一次什么？老人。是不是老人是最厉害的？对。啊，主妇呢？主妇也是老人啊。主妇。好嘞，那部落是不是很多老人？对。那你们每天都可以问嘛？对。懂不懂？他们比母语老师还厉害哈。对。那手机跟平板会不会用？会。会。手机跟平板没有录影、录音、照相的功能。没有。有没有？有。那用那个去录巴伊巴基的母语简不简单？巴伊巴。等一下。简单。用手机过来一点，他手机那个充电。我走。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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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来来来，先介绍这首歌名叫什么？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哈，好。歌名叫什么？不曾后悔爱上你。Thank you.
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你会不会 rap？ 什么 rap？ 饶舌那个，像那个，好不会啊？饶舌。饶舌不是饶舌。好，再唱几首歌，快点。第一首。都可以，你喜欢唱。我要唱一首。那我们唱两首。来。我唱两首啦。好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先讲，我们一起唱。卖很多的衣服？没有。不是那边是不是很多衣服在卖？有。那个是在卖衣服吗？对啊，我们在捡衣服。好，那个衣服怎么讲？来，衣服。衣服。撸什么？撸呀。撸呀。撸虎，跟撸虎。很像，很像，快进来。撸什么？Lucas， Lucas， Gus， Gus， Lucas， Lucas。啊，会不会？懂了哈。你的胡子没包。胡子怎么讲？胡子啊，眉毛。好像叫 Mudus。Mudus。来，你吃。Mudus。Mudus。好，那个还会唱什么歌？再一点点就结束了。啊，我唱两首。好嘞。你们两个很好笑。我再唱一首。你们那个是足球队的鞋子吗？对啊，不是。你是不是哦？我以为是你的鞋子很流行。哪有？哦，很勤俭啊、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快点！你说录影机一直在跑，等一下要去拍阿美。啊，我们那个，你到什么？啊，等一下，大哥，那个泸沽话我是男生怎么讲？哎，神老古。来讲一遍，神老姑，神老姑姑，快点，哎，神老姑，好，那个刚刚运动会在跑步怎么讲？怎么浪？念一次，怎么浪？哎，换你，快点啊！好，那个很快怎么讲 ？Sligo， 来念一次 ，Sligo， 哦，快 ，Sligo， 好，那他们那个丢铅球后很有力量，怎么讲？很有力量，快。你别和别个，哎，很有力量，很长，很有力量就好，就是力量很大。哦，你别和别个欧罗那姆来。哦，对。欧罗，那个球啊，就讲欧罗很有力量就好，球不要很有力量。别和个欧罗那姆。很有力量而已。对。再念一次。什么？阿德，别和欧罗。阿别和欧罗。对，好，换你再念一次。Ambiago， 这两个字就好了哈。Ambiago， 那个流汗怎么讲？Tumbling， 来念一次。Tumbling， 对。Tumbling， 好。喝水。Nemaxia， 来。啊 ？Nemaxia，Nemaxia， 看你。喝水。Nemaxia， 对。Nemaxia， 最后一个字哈，那个。那个德鲁古话加油怎么讲？干杯啊！来，干杯啊！不要那个干杯啊！干杯啊！这样干杯啊！哈，再念一次。干杯啊！干杯啊！哎，你要摆动作，干杯啊！干杯啊！好，那个，刚刚是那个鼓掌怎么讲？拍手。那很长哦。拍手而已，拍手。哦，拍手而已嘛，哈。对呀、啊，那个哪里？那个哪里？快一点怎么讲？哦，快一二，不是那个德鲁古话快一点怎么讲？因为我德鲁古快长。好，那我好，然后这两个字就好。现在快晚上怎么讲？根本，来念一次。根本。根本。最后一个字是谢谢啊、哦，那个德鲁古话谢谢怎么讲？摩尔苏比，来念一次。摩尔苏比，来。摩尔苏巴代。好，很好哈，谢谢哈，那谢谢叔叔哈。谢谢叔叔。谢谢叔叔的母语怎么讲？
姐姐，等下我带你去呢，谢谢叔叔了。啊，你们唱什么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来呗，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问你敢不敢再说个人的你爱我，想要再让我爱习惯，到底你会怎么想？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就都还没开始上课。对，还我们没有失落很久了啦。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存，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巴拉本吉那苏，巴拉本吉那苏，巴拉本吉那苏，嘎拉根吉那苏。那是德鲁古话吗？不是。好，表演完了吗？好了，还有第三首，哎，还有两首，没有。来什么？第二首我们在想。哪一首歌？快点！你的胡志成是你的名字吗？那是牌子啊，你干嘛？运动会是公开的啊。啊，那你德鲁名字叫什么？我的叫阿 B。你什么？我的叫阿 B。那不叫。我叫啊，阿 B 是也算母语啊。哦，那你呢？哎，看过来。丢了。看，读了。我的母语叫阿比斯，或者可以叫瓦比斯。哦，那你呢？那你嘞？读了而已。读了哦。哆啦。好。哆啦 A 梦嘞。我可以讲话慢一点吗？可以。你唱歌你跟讲的。你要表演什么都可以，来，对，开始。好，来吧。前面那台车到底是谁的车？那我旁边坐的是谁？很好，继续。知道。我后面的那个水高一级呀。很好，这就是那个 rap 嘻哈哦，饶舌，继续。念歌。知道你后面有在卖衣服。嗯，你就不必啊，很好咯。好了，唱完了。好，换你来，你要表演什么？继续。唱完了，继续。快点。可是他在这。嗯。他在这。我
开始。我前面的人到底是谁？我知道。我前面的房子也是谁的房子？嗯、我旁边的人叫什么名字？班长。继续。我。好，他唱完了。那阳台这是谁的？旁边怎么会有一个家叫是星光大道？嗯。怎么会？又有一盏。又旁边又有那么多人买衣服卖衣服，又那么多商店。对呀、啊。好了。好，介绍你用那个介绍你的鞋子来呗，开始。啊，我不会。我换。来介绍鞋子。我的鞋子叫马克杯。马克杯。这是我爸爸取的名字。好，我随便取一个。我的鞋子叫。快点！快点！这边叫星光大道。好，我的名字叫马克杯。好，鞋子的名字哦。鞋子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发着雨。不是，我的名字叫。没事。好，那。啊，唱完了啦。好，那再讲一次德鲁克话，谢谢怎么讲？我忘记了。啊，那手术生介绍手术的名字哈。讲为什么不能讲英文？可以啊，可以啊，英文来。我可以到十吗？好来。One two three。哦，不问我们两个吧，爸爸，爸。开始。一百开始。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好，外面要介绍的。是 eleven。eleven 很好。eleven 不是十一吗？对，很好。讲英文也可以哦。可以。那国语嘞？可以。一二三四五。装扮中出报告。那我一到十一说个，然后我又唱个。One two three four。Two three four five。Six seven eight nine ten。我唱完了，一到十而已。那个德鲁克话妈妈怎么讲？不不。爸爸。爸爸跟你讲的。爸爸怎么讲？哎。啊。爸爸怎么讲德鲁克话？你这对，我讲。爸爸。好，那先跳过男生。男生。哎，我不会。男生。生老。女生。不有。不能。不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宇浩。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阿华村。哪个国小？阿华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哦。好，谢谢哈。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观之后，那道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瓜啦，一束瓜啦，一束碧柳枯枝不染暗啦。一大瓦阿尼嘎阿皮和波鲁，只有那古瓦，那卡苏瓦瓦，阿皮西努阿。Let's go, 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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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let
拉伊达亚。古今啊，不养几类拉伊达亚，伊妈不养几类，伊叔叔外不养几类。不不来伊叔阿叔样把他把样给嘞老黑本阿善怎么落寞我要换把油的马路是个烂古人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花束发问我那啥意思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眼睛都来鼻子摸黑，继续再念一次。摸黑，来念一次。摸黑。哦，嘴巴。勾黑。勾黑嘞。勾啊。哎，好。耳朵。鼻子。那个头发。头发。头发会不会？头发会。那个，手。八嘎嘎。我打一下光，手。脚呢？脚是。爸爸，好，那个衣服，衣服怎么念？知道。好，那个，吃饭，哈肥，哈肥，啊，再念一次，哈肥，啊，再念，来念一次，哈肥。洗澡会不会？洗澡，洗澡怎么讲？不会，忘记了。那个睡觉，大概，对，好，念一次，大概，好，再帮我念一次，大概。那个房子怎么讲？家怎么讲？不知道。沙沙什么？沙爸。对，再念一次来。沙爸。好，再帮你一次。爸爸。狗怎么讲？狗 ，holy。好，猪。巴布。牛。嘎皮。好，再念一次。嘎吉。再帮我念一次。啊。牛，再帮我念一次。嘎皮。鸡。肉豆。哦，来讲一次。肉豆。好，露露鱼，书什么？啊？鱼叫书什么？书蹦。书露。书露。对，来念一次。书露。螃蟹。蛤螂。虾子。好，水怎么讲？不会的就跳过水。水。哦，我知道，西呀、啊。下雨。狗雨，对吗？狗雨。狗雨。蛇怎么讲？狗雨。对。怎么了？跟它一样，差不多。不是。然后是狗雨。好。狗雨。那个猴子。龙奶。好，再念一次，再念一次。龙奶。很好，来换你。龙奶。那个。我看还有什么？一二三四五。哈？一二三四五。鸡蛋。啊。得了。四把。四把牛奶。鸡蛋打好。得了。四把。马达鲁。马达鲁。好，那个，饭怎么讲？饭。饭怎么讲？饭是什么？忘记了。一道吗？对，一道。哦，汤怎么讲？汤道。那你们现在这个礼物是椅子哈？那个椅子，椅子怎么讲？椅子。椅子怎么讲？坐下。忘记了，忘记就跳过哈。那个很热，刚下午很热，很热。大陆，大陆。好，再念一次。大陆。好，很冷呢。应该会吧。是什么？哈？是什么？很冷，快点。跳过。Squeeze。对 ，squeeze，squeeze。好，那个碗会不会讲？
碗跟筷子、汤匙、锅子会叫哪一个？都不会讲。棉被、床铺、枕头会讲哪一个？都不会。好，跳过。好，那个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白都不会。好，那个猪杀猪是不是会放血？血怎么讲？不会。搭什么？搭死。搭什么？搭血。搭什么？搭。忘记了。什么叫搭啦？搭啦，我没印象。好，那个唱歌跟跳舞会不会？唱歌跟跳舞会不会讲？唱歌是忘记了。好，那我没有问到你，石头。石头。石头、木头、竹子会讲哪一个？都不会。都不会。那个三刀怎么讲？三刀我也不会。我叔没有问到你自己会讲的，介绍几个德鲁单字，你自己会讲的。会讲的、哦。我没有问到你自己会讲的。小便跟大便怎么讲？口挤是大便，口挤。那母挤是小便。给我们吃，让我们不会天天饿肚子。我是足球队，每天爬房子，爱学猴子叫，每天被人笑。大家好，我是兔老人，每天爱念长，每天都爱玩，每天被骂，每天被笑。I got what I need when I got you, my.I look around me and see the sweet light stuck in the dark between my flashlight. You gather me to the night. Kiss on my heart when you shine in my eye. Caroline, it's a sweet light stuck in the dark between my flashlight. You gather me to the night. Kiss on my flashlight. Everybody look to the left.Everybody look to the right, and you feel that yeah, we're pairing love tonight. It's all about the money. We don't need you, money. We just wanna leave the world, babe. Forget about the prices, get about them, cha-ching, get about them, yeah. Bang, wanna leav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s, okay.I look around me and I see a light. I look around me and I see a light. Suck in the dark to my face light. You kill me to the night. Kiss on my heart with a shadow in my eyes. Feel light with a sea light. Suck in the dark to my face light. You kill me to the night. Oh, get me to the night. Kiss on my heart when you shine in my eyes. Headlight in the sweet light. Shine in the top of you, the flashlight. Oh, get me to the night. 舞蹈是比一比。还有什么你会讲？然后拉拉是多。拉拉是多。还有什么？路亚是什么？什么的时候？还有。谁呢？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想不到了。想不到了，还有没有？那你们两个会不会 B-box 啊？对啊，你们会不会想把德鲁古话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
你是很好还是还好？不想。什么？你会不会想把德鲁克化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什么意思？你会不会想学德鲁古话？是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很想。哦，很想。那你呢？一样，很想。那你觉得学德鲁话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最难的话。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国语、台语一样这样？因为。你自己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最难的。嗯。好像学了，然后又忘记。哦，那你呢？对，我跟他一样。那个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村长。比村长更厉害的是谁？比母语老师更厉害的，比牧师更厉害的是谁？那个没有了。有很多，你们刚刚有看到啊？这个。对。他只会讲母语而已。那个是谁？我不知道。不是他，我们那个年纪很大的叫什么？不知道。年纪很大的人，我们都叫他什么？很大的人了。老什么？老人。对啊，是不是老人？嗯。那些阿公阿嬷是不是都是老人？对，有没有？是不是最厉害的？对。好，那部落是不是很多老人？对。懂了。请教自己阿嬷。对，那个部落的阿姨叔叔都可以问啊，对不对？学校没有教自己问，好不好？好。那学母语，那个老人家有时候念是不是会听不懂？对，念太快。好，那听不懂的时候，那又没有办法记下来的话，那用什么东西记最快？用问的。好，一个用纸抄写哈，还有一个比写更快的是什么？用问的。不是用记录，用什么方式？一个是用写的，还有什么可以记录？叔叔现在在干嘛？在啊。我现在在干嘛？照。对啊。照。拍照。我现在是不是在录你们？哦，对，录阿妈讲话的时候。对，你看我们是去拍你们打棒球，是不是录下来？嗯。那个录下来是不是最快？嗯。那手机跟平板是不是有录影、录音、照相的功能？有。用手机、平板去录巴以 Bucky 的母语，简不简单？嗯，简单。录下来是不是很快？嗯。那你忘记是不是可以一直重听？可以。对不对？懂不懂？好，下次要记得用什么去录阿公阿嬷巴以 Bucky？ 手机跟平板，或者是电话。哦，或者是叔叔这个手上这台机器叫什么？录音机。对，还有一个是专门录声音的，叫什么？录音机。对，录音机或录音笔哈。嗯。那最普遍的是手机跟平板哈。嗯。那手机跟平板录很快嘛，对不对？他们现在不是很多直播吗？嗯。你也可以直播巴以 Bucky 的母语丢到网络上给人家看啊，是不是啊？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嗯。这样就不难了吧？嗯。你要听一千次也可以听啊。嗯。那巴以或大人在示范德鲁古话的时候，你叫他念慢一点。嗯。哦，有的时候问单字，有的时候问短句子。比方说狗，白色的狗，那个白色的狗很凶。母狗会不会讲？母狗。公狗跟母狗。好，下次记得去问哈。既然孙子来了，你
错了。哦，又来了，又来了，李达。何师姐，加油！那个阿妈要去你的孙女旁边站，李达去你的妈妈前面站，跟她跳一样的舞蹈，李达。阿姨，不该示弱也批了。大家抱着，大家抱着。你现在会讲什么国语？就问大人德鲁话怎么讲，叫他翻译，把它录下来学，是不是啊？是啊。啊，这样不难吧？录下来很简单哈。好，那那个，以后要不要念大学？要看了。想不想念？想一想想。好，那你呢？也想。好，那加油哈。好。那个现在有很多减免补助，要多念书，好不好？那那个。那你现在有打棒球吗？没有哈。打篮球。哦，打篮球。嗯。那国中想念哪里篮球队？自强国中吗？人家黑掉了。有没有想参加篮球队？有。哪一间？如果再大一点，我就读花体。读花体。嗯。很好啊。那你以后要打棒球哈？嗯。要当德鲁古王建明吗？还是德鲁古杨代刚？杨代刚，多运动哦。嗯。那个十点以前睡觉会长高哦，有没有？好。那个德鲁话谢谢怎么讲？阿里嘎多。是德鲁古话。对。那是日本话。阿妈都这样讲哎。德鲁话是怎么讲？教他。阿妈都这样讲哎。我就讲英文对。闷什么？闷好外苏巴来。对，等一下，我再跟一下这个，有接触不了。好，再念一次。门后外苏巴来，好，念一次。门后外苏巴来。门后外苏巴来。门后外苏巴来。好，那叔叔就先录到这边哈。好。他说叔叔会放在网络上，你们可以给大人看你们的那个母语，分享给大人哈。YouTube。对 ，YouTube 哈。嗯。好，那要查什么？等一下叔叔跟你讲。那我先录到这边哦。好。那我先叔叔介绍一下，叔叔的德鲁古的名字叫比黑，念一次。比黑。好。那个叔叔的妈妈叫杜米。杜米。叔叔的外公叫巴拉斯。巴拉斯。好，如果整个念起来叫比黑杜米巴拉斯，念一次。比黑杜米巴拉斯。啊。比黑杜米巴拉。比黑杜米巴拉斯。那叔叔的国语名字叫方喜。方喜。以前叫周喜。周喜，那有写、哦，对，有写哈，哦，懂不懂？那个念喜哈，跟喜欢的喜三声，懂不懂？嗯。叔叔以前叫周喜，后来改妈妈叫方喜，那只是脸书两个都会用，脸书就是这四个字，周喜方喜，懂不懂？嗯。那影片的话就是查那个五笔哈，懂不懂？嗯、五笔。哦，无与伦比哈。嗯。好，那叔叔就录到这边哦，好，下次再来录你们续集哈。好。那。回去有空帮我问你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或伯伯伯伯哈，有空叔叔可不可以去拍他们在院子教你们讲母语？比方说我要去山上打猎，那个伯伯念完之后，你们模仿他念，懂不懂？好，那个模仿念就很难哦，嗯，懂哈？嗯，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录好几百句，因为大人念你就跟着念就好了。好，那叔叔先录到这边哈，要记得帮我问教练，我要去拍棒球，教练说可以我就去拍哈。好，那。下次有打篮球要帮我教练哈。好。那下次练几个流行歌跟 B-box 给我拍哦。好，可以。可以啊。好，能欢迎说话。好。我们八像是动物，快把脚步都举高。那些 bass 再不让路拖，听像在做体操。他说不可喝的菜下，就怕朋友明天小。他说他个秃噜可撑不住，就假装没听到。小姐，我不来谈恋爱的，我懒得听你废话。喝酒要是开心的，不是比赛，不问我会不会怕。忘了自己的身份，别在意旁边的陌生人。兄弟们喊着 face down motherfucker， 你都觉得 chicken looking is so big big。我直接先走接近，抱抱求扭的不是为了延续虚脱，我得决定。希望不是 back tree， 我今晚还想回去。get 到了都到的 ，the what the fuck's money？ 哦，很棒，妹妹都没有鼓掌哦，鼓掌一下。你真的是啊。
他是个年轻人，所以有很多梦想。他是个发明家，在正在他的梦工厂。他不是英雄，他需要朋友捧场。他想要挖到宝藏，跟这世界一起共享。心里想着计划，他根本忘了读书。翻过围墙，知道以后不同的路。他先走得太慢，所以拖用力的跑。他知道时间还没到，但已经准备好。他早就习惯挫折，等不到该获得。他相信大毛的话，这些一切都是过程。身边太多贵人来去的过客，他害怕热情不对，他们感到兴奋，但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会胜任，他想要变成超人，保护身边所有的人。也许他是个人，但他不愿意承认。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 don't never lose so faith.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Swing your ring, fly away。当我睁开眼睛，太阳已经下山，脚就早就不再年轻，熬夜喝了负担，继续身上的血迹，换过新的床单，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太阳没上过，他才没心跳，看似没事打闹去笑，在账的前台也说看似苦恼，其实心在笑。他的心眼太小，看到的只是外表，还太早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还在讨他爹是上帝的孩子吗？我怎么想要把他干掉，一颗智商还是不过他智商，以他的智商可是可以生活，只是上所有的罪足以让他受，就算全身是伤，试图脱罪的人，蒙羞祖先的魂，自以为魔鬼的魂，自以为万岁的神，他的家在哪？面包瓜讲着，你的应援，他们只能继续等。他说，他只是想要脱罪，难道这样不行吗？他只是想要脱罪，有些人能够原谅他，可怕孩子，比较跳舞不想要。舌头上演练出道高士，哈利哈利路亚，呜，哈利路亚，就这样。好，放哈马萨鲁，再最后介绍一下国语名字跟排湾族名字。朱少元，然后我的母语名字叫做嘎比。住在什么乡什么村？在牡丹乡石门村。哦，爸爸妈妈都是排湾族哈。舞蹈是比一比。